你们看，你们广，来台北两百，三百块钱，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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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
啊，今天有铁路珠海吗？有，那我们还有。珠海有。啊，今天有铁路珠海吗？有，还有。来了，大风对了，画夹子打开了，要一直问东西。哎，来了，大风对了，两个人去。叮当妈妈，你要吃啥？铁路珠啊。那几块几？哎，你嘛要铁路珠哦。哦，来了，大风牛二两，最后两位了，牛二两的鸡腿。先生，好好留下来，冷霸锅，来这边来，来最后一位喽，牛二两鸡腿来，来冷霸锅得200块来，现在200块。你说毛豆、啊，那时候他还没卖啊，对啊，来冷霸锅，来200块，要等他拿，要等他卖，要帮忙办一点，牛二两鸡腿，你来的时候他卖，但是他不谢你啊。你来的时候他才卖，他前面都还没卖过，是啊、哦，他没有卖过。来，冷大锅来，哎，给我两只铁三杯搞杯杯，好吗？不怪啊，来，我就别跟老公啊，来个，阿个吃铁路猪来，跟别人对对对。公公，我今天回去玩才过来的呀。来，铁路猪200块来，应该是我来给你，铁路猪来，多条，来三条哩。来七点，来五点，来六点，来七点，来八点，来九点，来十点，两百块呀，150。哎，铁路出牌，各位上班费就去。来八点，来五点，来七点，八点，九点，十点，各位上班。他哪里没有化妆？所以你今天没亮啊？铁路书你也买了？我问你啦，我不要说所有东西都好吃，你觉得吃起来感觉怎样？你买的那一箱吃起来感觉怎样？来八片，来十片，等我一下，我就给你。来冷霸锅铁路猪排，最上头那个冷霸锅娘，最好两个人给我了，铁路猪排。请给你哦。哦，这完全已经做过不来搞垮的。我知道你看过啊，我是说你觉得吃起来好吃吗？我准备换水啊。来，铁路猪排冷霸，最好冷没人给。哎，你要不要通通买一买？货太多嘛，跟得下吗？太多了，一单卖两，多我盖两，盖六碗水。都不错吃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来，帝王蟹粉两百块。不会不好吃啊，不会像说。吃下去就是哇，这个东西虽然便宜，但是，不会这种感觉，不会说这种东西好像不好吃那种感觉。每个东西都好吃，真的。来打红金，来的八方帝王蟹棒，15只哦。哎，贡丸好吃哦。樊凯好像是上礼拜来的。樊凯没买，你还跟我买，跟我讲说你买7000多块还8000多块。来七斤，八斤到几十斤，来两块十五斤，来两百两，这边就啷子啊？是的啊，来两百够差不多的，帝王的烧蛋拢够买着哦。来，多谢你来。来啊，那什么，放着没关系啊，放着就好了。结束了。再5分钟，好不好？再一盘等于，再一盘以后等于慢慢又好些。来，两万两千来，能办吗？直接嘛。哦，3000多。两千来，能办。都好朋友了，四盘就好了。哪边讲你要一千多啊？这条料呀，不是要送人家做呀，时间无啥，来1500有人要金钱包，无呀，上面要包一只1500啊。好啦好啦，谢谢你们啦，明天见哈。明天再来一次，给他搬不搞啊？给他上来过来搬再搬。来1000块有没有人要吃鱼？
找不到人吃鱼没关系，这部我也是爱拼吼，因为鱼啊吼，人家在做平无买着，我无时间人卖鱼啊啦吼，啊我今日嘛是爱送啊，来一千块啦，先招一个买啦，今仔鱼啊早拢无卖啦，拢用送的，快好命我，招头一个金钱你看安怎？来一千块啦，来一千多 ，Hello， 有人要吃鱼啊无？来一千多。我黄宇的，要不要把它当上的？来，请坐。要求黄宇，我跟你讲，你买不完。要求黄宇是假的，他永远有新东西，你买不完。来，请坐。来喽，也别上后，他上上边还坐。班，一只来啊，没打草稿啊，来一千块了，没人安尼卖鱼啊，人去啦，去买，来一千块，来一盘一千哦，来招头钱，来一千块，我一千，一千，交个上面，只管个上面，来一千块，两千三百多，有没有要车盘的？赶快一千块来，下次你就遇不到这样卖了。对，刚才那是真加纳鱼，那个加纳鱼，那个加纳鱼很大只哦。那个加纳，那个加纳那个板条，三百块要吧？阿哥，你哥双份薯条吃完没？阿母姐，那双份薯条吃完了？还没完呢。来一千块，这上面一包大包一公斤的鱿鱼，鱿鱼圈，来一千块。我你要留啊，这我该留啦，安尼无你来，我拢无确定，我多各有物件，哈。你要多，我该留咯。你来。好，阿伯听阿伯。来一千块，好，就这样，别担心，一千不要你送。一千。这钱以后无人安尼查。一百一千。你到底你想哪位啊？我知。我是无要载鱼啊，对菜安尼拼呢。啊，我是跟有出来呗，来一千多，要料好恁啊，先上班唱一下，都不能来。来一千块，只有四位哦，赶快拿去。来一千块，有班呐、啊，干呐、啊，哦，这种好鱼啊呢，而且拢黄鱼呢，好啊呢，归盘中来，一千块。来一千哦，一盘一千。是，要赚钱无？我已经八十万了，一盘一千块，八十万了。哦。哈，多好。哎呀，一盘一千。飞球啊！哦，这波在赚钱啊，好滴啊。飞球啊！四个客人买掉。哦。妈妈。挺好吃的。有啊。是啊，给你啊。一个蛋的都不一样，我一桶都要装上面的，来一千块，迷人哎，一千没有，我拿第三家的超贵了，太久没来了，一千块第三家的超贵了，来就掏钱给几个，一千块，我先这边，阿姐不敢，拿钱，拿钱，一千块这么多给你，我们叮当妈妈也给，叮当妈妈。嗯，今仔妈妈唔叫我爱四张，我只要买一块嘞。
爱心。赶紧啊！恁坐金手坐卡厝坐金对我就是。那礼拜六日手机会坏掉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来，我就放心啊！我无想要再做啊，对我受苦，来10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1000块，好了哈，那就包了啊！谢谢你们，这钱我收你多啊，这钱我收过你多啊，来，最后一个，来三盘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你1000块来，最后一位了，真几毛钱，一千三百，给你，最后一个客人，1000块，你不知道在哪，看好了，最后一个人，去查位的2000啊，最后一个，还没有，就是这一二，大家拢比较。来，最后一位1000块，这三十包，有一筐，1000块，最后一位，你到了赶快，之前，就在他就在这里，喜欢的赶快抢来，蛤蟆来，来，请问抢蛤蟆来开几把？我慢慢慢慢慢慢，跟不下来这样开，要得，接下来我的货完的，蛤蟆50块就好了，来，蛤蟆再加我的货完的，来50，来，大家都来下面，蛤蟆50块来见。有给侬几百块啊？两份，我这边我这边，而且一份就好了。来，我这边有人买了嘞，拢买了嘞。阿妈，50块，我三个哦。阿妈，我那身运气袂歹啊。来，三个份。来，要吃平和的食品嘛，吃家人的食品嘛，不要收过少。来，要吃开500，开400来，300块。食品买300咯，多少钱？哦，一箱水，一箱水。来招几位来300咯？食品300，来招头几个钱？300块。食品多少钱？我打你讲，你要吃四只来300块，一只做好只，这等于都差了。差了多少？来300块。有辣椒，有姜丝。食品300块。就这样给加吧，来300，十个。我、哦、要求我不行这样，那你讲几卖够啊？来，索小姐300块，十个。来300个，我们讲十个嘛。来金钱，金钱我给上台，来300个，十个，来300块，哎，你这样两个人。来，请更高的。老不懂干。对啊。九九两面。来，沙发位。沙发好。哇，你是在等哪？这是用沙发呢？你要请一半多的呢？招姐妹来沙发。金钱啊，这是用没人安尼花的。是用沙发好，不免了。你要先叫我上多少钱？聊聊。好，还有我吧，你给我上。来300路，一个。我啊，阿庄我来上。来300路，这样长几块？300块，从小。两百幺，炒一炒就好了。我的空空啊，这边。300块。Hello， 那边请十个嘛。大姐，大的金大姐啊，两台现金无啊。那搞来吃几撮？真正好，我小时就伫我身躯内，你有几撮？好呀！好，谢谢。啊，车牌无同啦，我系5555啦，我系4个，很好，差不多吧？真正系三位，我带你来背山。来什么？什么啊？快料死我！你三百块可能可以哇？哦，要收。一大堆。基隆手小卷，贵嘞。来来来来，动没动没动，你讲动。你讲动没动没动没？动没动没动没？刮。啊。刮啦，三百。我嘛是讲刮。刮三百，我是无刮人币啊，今年我反正。但是我照几个。哎。
以后抓这种你也讲五百。对啦，别吵啦。来，五百。来，一千的来。一千的鱼。来，这个两斤，十只命五百块，一个买到。这两班，九班的两斤。这是鲑鱼的两斤。九班出生鲑鱼，那个先生七千多块，来三百块，一个买到，三百块。一包就一样哦，一包百三，安尼三百八十，来三百一个买到，三百块。一包鲑鱼放袂啊，多少三百，一个空空头。讲爸爸的，阿玩从前看袂落，看下去了，看下去，看。今摆袂讲平食，是要叫我当车了时间尔啦。有人要吃七块无？来三百块两包哩，一包149块。真的不想带回家，这架畅销的物件，今年当老板去。来三百杯血来，七块，来三包哩。七啊五杯，赶快三百咯，买血咯，七块三百块，这种差距人家两块。来三百块，对了吗 ？Open 奖诶 ！Open 奖 ！Open 奖 ！Open 奖是啥物件？等下甲你问咩咯？我再 open 奖先。对啦对啦 ，open 奖先。红的白的，哎，我发过来，一包拢我你包，我开你的车去新达港，再帮你带货回去。一包装给。你想了没？一包装给七八，哎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够了，三百块两公斤哦。超两三百。啊，兄弟。哎，阿伯通了没啊？听到妈妈的。来三百，你比伊还通好未？行啊。哦。哎，红梅三百块，还金钱哦。哎。来四目鱼就来三百块钱呗，都。鱼料鱼料这多钱？来三百，一包就比阿多。来三百块两包哩。哦，八七六平平，来三百，三百两包，两斤啊嘞。来拢我哩过啊，来三百块钱呗，都。你的不知道这个真的不赔你啊！这一包的两百几块啊，三包的一三百。来，爸，起来来，大哥你慢慢来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厉害啊！来三包了，今天的起跳，今天起跳应该每一场都不好。爸，起来走啊，对吧？今天是属于那种不好。来聊聊，来爸一下，都来了啊！哇！来，等你会有你。这个礼拜都不好，我礼拜三就知道了。礼拜三就知道了。所以我没有很意外，今天已经算不错了。你还好啦，等你慢慢挂呀，以起跳来说，他还是蛮厉害的。不用上班了，来交学费了，等八都。爸，好。拜托，我会开车好不好？等八过来，来别急，等爸一下。讲成这样子，我会开车好不好？还买那银钱，吃饱吃了。啊，这是打针头，你是不要钱的啊？这不买这十来买啊呢？16条了呢，人客啊，我无语啊。给我吃，给我捧场。继续，来十七买了。你们现在有人在摆菜市场，有人在做生意的，就知道这个月多恐怖了。你们就知道这两个礼拜多恐怖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是在修啊，我安尼上坏了。来，一二三，三个客人买，一个三妹。我说一句最实在的。过来，真的哦，这把现在真金不拉少哦，我这个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网友，他是家里开加油站的。哪样的？两百块啊。家里开加油站的，他说这个月加油的。加油的人，这个月加油的人少了三分之一，这个月加油的人少了三分之一，掉三成。两百块，最好一个人给两百，规堆，来到这来，谢谢。好啊，今天无办事啊。你不会赢啊？不会赢，你遐哪做来了？上一年年初五万，原来伊就是你前面见过哦，你大哥一样，我阿人真面目啊，不搞公一起相啊？你我来下场的，我可以，我去，我去买葱啊，我可以，来六个人，
我来解忧伊啦，他公姐叫伊关公姐。耶！你家有怎么出门？不出门啊，就不出门啊。来来来，阿哥要表啥你去讲？来龙家桥搬来一千块八百。跟我讲的人是那个朋友，是朋友，家里开加油站的。他说营业额掉，谁要出牌啊？谁要？谁啊？你不要，来我发过来。